Carrie 吴雨霏前晚出席活动，提到同前男友网球王子洪立希复合，唱片公司有冇俾你意见呢？公司冇俾任何意见咯，系啊，但系我想，其实上次都讲咗，咁我都想低调啲处理咯，系啊系啊。咁其实我而家都好多人都唔信我，但系我觉得我 consider 自己只一个宅女咯，即系可能佢觉得我好中意出去玩啊，系啊，但系其实我嘅真本性系一个宅女咯。你系咪因为唔想男朋友担心，所以唔出去玩啊？都唔系啊，系即系我而家好多时候都留喺屋企嘅，真系我又中意煲电视剧啊，又我屋企又 set up 到好靓啊，咁样，即系我好多时候都留喺屋企咯，系啊，都好少出街啊。系咪因为男朋友系圈外人，所以你要低调处理呢？又唔关事嘅，我觉得系咯，始终其实我不嬲入咗行都比较低调啲处理自己嘅感情事，系咯，我都系一路都希望系咁样做法咯，系啊，都唔关事嘅。咁系咪因为受到龙儿恋影响，所以避免多讲感情啊？咁又唔会嘅，我觉得我其实觉得公开咗都好需要勇气，同埋我觉得好 sweet 嘅，我觉得都咁当然佢哋嘅事我又唔会评论太多啦，但系即系我都希望第日有一日我都可以咁咯。